是什么鬼？干！干！小黑你妈！屁蛋呐、啊！几率好像有点问题耶、欸，这是死吧这个几率。希望今天血流成河，去你奶奶的！安安，大家好，不可能血流成河，一定是100抽十只哦。哎，好的，我们来跟小帮手 PK， 看谁抽比较多，我们来准备抽一下。我们比谁出金光的可以先出这个学武林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给按尾喽。金光，好了，免费这个十抽收了一堆垃圾出来哦。家是来看你血流成河的，不要像礼拜三一样。金到的哦，忍者哎，都没保底，我操，好舒服哦，肯定是零吧。哎。去你的辣椒顶级食材，白痴游戏太准时了，快吗？嗯，眨眼呢、欸，烂游戏！我今天的图卷超有够非洲的，还这么烂游戏，激光！感谢你送我99个星星哦，出了，我去，省钱省钱，是绝无敌哇，小帮手二十头。这什么鬼？干！多好的几率呢？快吃肉！谁要这个东西啦？上次还有小白不给了金色的，拜托金色的，没了。我觉得要保底了。哎、欸，玄武林，我赢了。我抽到玄武林了、欸，哎，金色，哇！这游戏好简单，抽东西哦！白痴六十套三星忍者，然后全部都是小黑。我要抽到，你也抽到玄武林哎！认识的主播回来了，完蛋，吃土了。哇，抽不到金光了！别闹，抽出来啊，大哥！没关系，你可以一次抽出两只。我认识的主播回来了。你一次抽出两只就算是我们平手。两只，那我赢吧。大武器！还第一次。好了，换我来操作一番了。你已经。那个六五芒星，五芒星啊，五芒星，有了，果然是好久一出啊，好舒服！干，不要再给我小黑了，拒绝小黑从你我做起。你看玄武林，好兆头，好兆头，这个叫好兆头，我赢了 ，I win， 我的运气比你好了，屁蛋呐、啊！只要主播抽三百抽保底，我们会很爱主播。哇，小黑满命格了、欸，我应该没抽错词吧？我是没抽错词吧？你一直抽小碎片、欸，对啊，小碎片，我已经抽三次小碎片了，小碎片都没有哎、欸。你刚抽小黑是什么？哇，这完蛋了！这样我要输了吗？比期望值来说，你应该要抽到了。哎，你们偷调几率啊！白痴游戏。忍者。完蛋，还是武器？哎，两个进攻，有机会。小白干得漂亮，我的漂亮，很多，飞啊！对了，最后五局抽了，
原字符号，原字符号。两个。是两个吗？对，两个，两只雪武灵，打你。靠，神仙架。我屁啦！路人还想搭飞机到。哇！这个精确怎么意思？哇！保底捞月，最后的接天符了，能捞到吗？零，好兆头哦，是零哦。看，真的是零。OK。屁啊，50%个鸟蛋啊，我抽了6只嘞，不是50%几率会换成零绝武零吗？你妈屁蛋呢，不要逼我挤你哦。超爽的。对啊，说好的50%呢？啊，你个大头鬼嘞。哦。300抽一只都没有哎。好恶心哎。不是很想抽下去了。肯定是绝武林的吧？还没出哎、欸，绝武林的吧？哇！我操！三金光全都是废物，还有氪金？你好了吧？不要逼耶、欸！单金光没有办法，没有半个零。先不说那个单金光了吧，前面那几个金光，这三金顶不住。哇操！真的抽不到哎、欸！笛子哎、欸，我今天抽了这么几把笛子了。操作，不要啊！小黑看到这个就不爽，老师，太夸张了吧？亲，还有武器哦。8个忍者，50%几率没有半只，说好了一半变成零呢？你300抽抽不出一只，这是真的。今天可以好好睡了。你按就有，什么？哦，一按就有哎、欸，iPhone 哎、欸，哇，iPhone 叉叉叉。300多抽找不到，400抽了吧？可能是还有400了。我们期待看到主播有6命学武林喽。放弃看那个动画了呢？该是我的了吧？不要太夸张哦！大雷神。OK， 15000了。这个小帮手再抽不到，我就不抽。就是00加倍。好了，那我们最后就把这个勾玉抽的大概是。哦，不会再抽到。武器，笛子，好久没看到血流成河了，我熟悉的瑞爷回来了吗？哦，武器，
就这样。呆呆的丹呆丁之间。看信箱哦，谢谢裁缝大哥，我等一下去翻翻看信箱什么好料理。哇哇，感谢你的2460勾玉，这是要让我打家族单用的吗？怕我没勾玉献祭吗？他应该是拿我打深渊的吧？被他发现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出局了，深渊都不会复活。哎呦，勾玉，我操！该不会裁缝爸爸吧？晚谢谢裁缝爸爸，哇！干爹大气，干爹牛逼，干爹祝你事事顺心，万事顺利，年年相运。感谢你的赞助，你的赞助一定会带来好运气。信箱，看信箱吧。哇，没动，换你。哎呦，十个碎片，十个碎片，好开心哦！现在超碎片都是开心哎。越追随，越能追随，明天更美好。两个。可是两个，如果有人存在，要有人存在吧？是吗？不容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哈哈！二十二金光了，没有一只血武灵。没有，不只二十二了吗？三了，二十四了，不想算了。我也不知道几抽了，反正就这样子。我又是391，又回到原点了。